出来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三百好阿爸讲啊，吃鸟啦。我养只鸟。我来吃菜。救命哦！他要拿到这里才看得到。好来，好、哦、老，那你老花一换哦。老花哦，那这么还挂目镜啊？三公斤。啊，那个有哦，你是无阿妈？来，那个冇。三百块，我卖给你几多？你三百就对啦。好来。我这边一个，啊，你要一个，好来三百来得啦，来三百来得，来三百。像卖鱼的，看起来年纪都会比实际年纪大一点。来三百，哦，三百块，虾仁三百块谁吃的？虾仁啊，三百，咱吃虾仁无就三百块，再吃虾仁嘞。假使讲无，我袂办，我无虾仁啊，三百块无要下啊吼，虾仁三百块，无吼来，哦虾仁啊，好来，来你，来我讲吼。阿伯，還有什么呀？算你，算你，算你，我来学鱼来。啊，算你快起来，算你好不好？你算你存半收尔啦，这你妈要吃啊！哈，来来，快讲哦，我算你存半收尔。哦，这哦，要上班啦，来，哦，快讲来啦，来啦，来，快讲一下哈，我算你存半收尔，什么错？快讲，一袋偌济？一斤三百外，一袋开就三百外，安尼好无来？哈，一袋三百外，两袋卖六百，开五百块就钓五百块鳕鱼。哦，算你五百块，什么吃五百？来。好，三袋五百一个来，这来三袋五百块，这要吃五百块，来，这三袋我就吃五百，五百啦，不然五百两百，五百不是两百，来，哎，三袋三袋五百，我才要吃的，五百块，哪里吃无五百，我讲来四，来，哦，四袋五百块，算你这么吃五百块就好了，五百块，这三袋我就吃五百，吃五百块才要吃的，三袋也就吃五百块，算你这么吃五百。无要，我就只带我只只尔啦，吼、哦，五百块就对啊啦，无啊啦，我讲来啦吼，四个五百五条，我招一个五百块来，就五百块先知道，五百啦，来啦，好啦，佫啥物事啊？算你啦，一袋来，两袋来啦，三袋来，好来，来四袋四袋来啦吼，我条招一个五百块算你啦，啥物算啊？五百都算五百块，好，剩到十四个人啊啦吼，来五百多来，五百来，五百来啦吼，那算你也无来啦吼，那算我招一个五百，我招来啦吼，一袋五百来。哦，两袋啊，三袋啦，四袋啦，好无？哦，这五袋就五百块，算你什么吃五百都？就五百块，想要吃的五百，五百块算你要吹无五百？算你五百块，想要吃五百块，能要吹无？五百，无哈，五百块无要挨哈。假使讲无要吃好白饭，镜头要拖白安尼好无？五百块啊，无啊，听袂来？无啦。来，我来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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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咧，观众这么好来啦哈，来咧，哎。肉汤，那个花汤好不好？那个叫花汤。叫花汤。啊，回青蛙啦，回青蛙啦，好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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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来。来，哎，这鱼啊，虾饼，虾米吃的？鱼啊，虾饼，我剩这尔无啊？鱼啊，虾饼啦吼，最后剩这尔，我搁一袋，人店面给你整平平八百，我两袋还卖你三百啦，开三百，开两百块来得好啦，两百块虾米吃？鱼啊，虾饼两百块。大家都买好多。我讲我全无啊啦，我就是两百，一两虾饼两百，虾米菜嘞？两百块一两虾饼谁要吃的？一两虾饼两百，来接下来。哦，等于大正都吃来，两百块来多啦，多吃两百，多来两百。哦，虾米吃啊？我就吃两百，多一两虾饼，虾米吃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人没有了。来，去上来。来，我来了，快讲哦，回墙啊！哦，虽然大正好吃，做你卖讲啊。我你听我意思啦吼，盐酥酥你打针啦，当然你也不用针用吹啦，我做姜丝豆水，完全拢无其他种，一个摆滚的啊，好，紧倒来好无？买一斤卖偌济？四个一斤百八，哎，两百二啦，吼，两百二，咱即卖量就偌济？百六百八无重要，两卖卖五百，吼，两卖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我开三百，我你讲，今仔要食，我跟你讲，卖卖上济，食卖两百块倒啊，两百块，你食无上济两百倒啊，两百块。哦，咱卖卖上济啦，好来，我讲来啦，吼，来两百倒来。好，现在就去，我就一两百块花生，你谁要吃的？快叫来吃啊！来，来，来两百，都来两百。哦，现在就去，喂，我就一两百块花生，你谁要吃的？两百块花生鱼，两百，两百块谁吃的？两百，快请啊！快请我就一两百。谢谢徐威。有人要来不？感谢你的懂内。快请。无要，快请啊！两百无爱要。花生两百块，我要十外哦，我招一百，回收两百，回收两百，回收两百，无啊，调回来，来咯，慢
五万买啦。哎、欸，你提，你提遐，我无走袂起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无你提，你提遐，我无走袂起啦。哦，你搞意思哦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啊就，系啊，你提安尼。你提安尼，我无就袂起啦。哦，你听意思无？系啊。哦，你袂使讲，你去三家带货，我袂去三家吃无遐多啦吼。咱三家基本上一届无拢几百块起尔啦吼，咱讲白啦。我讲来啦吼，这啊真正要吃，我就在做贵下村家尔，我不跟你们多说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吃鱿鱼圈，好不好？鱿鱼可啦吼。我讲你若想要吃贵个来头，我咪再讲下，好不好？我咧卖阁讲啊，我招财做几下头下来，好啦，我一包卖偌济，500、400、300来，300，加只鱿鱼圈咧，我招一个300，二啊五来，开200，鱿鱼圈200，想要食200，无用，我咧讲吼，就七六七包啦，7、7、8包啦吼，200、100五来啦，还一百，都一百块，还几下来，还一百来头啦，还一百。来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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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你我就一百块小时的，四个人，无吼，来条鱼好无？我加条鱼好无？我多你鱼啊，我十块吼，条鱼来，来，还有来，这里放重点吼，来黄鱼来，好，我一块下面蒸那条黄鱼啊吼，蒸大鸡大肠猪笼烧好食，黄鱼好无？好不好？黄鱼啊，要吃好几下头，看什么吃好黄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蒸大鸡大肠猪笼烧好食，我最想我想要跟你讲大吃头。哦，只要大大只要说说做汤做做红烧好食来好不好？大只青头，卖我一尾两百块，一尾卖我你看100、100、100、200、300好不好？几多来？哦，两尾卖500，两尾卖400，哦，这两尾斤外重我就借300块来，都黄鱼300块，加一条就借300块，来，加一条黄鱼我就借300，都黄鱼300块谁吃的？我是300块，你们讲黄鱼300，我就借对啊，黄鱼300块，来吃不？我是300块，没有来。煮三百就好了，放二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就好了，来，我要就是三百块，我成袋来，来，来，吃红鱼了无来，好，我要再想要吃，三百就好了，红鱼300块来，来，好，我要吃红鱼了无，来。来300块来都来，要有小偷。刚才讲鱼嘛，刚才就借300块，好，你叫什么？借你300来，进来300来，来300来都来，红鱼来300块，好，要借好就借300块，好，你先借你300来，快来，来，好，一、两、来三、来四，就借300红鱼来300块，好，还有个什么借300，要借红鱼。300块黄鱼搁啥物事啊？黄鱼要300块，好来，来，啊，咱三无偌济啊，吼，要吃黄鱼搁就是300，都黄鱼300块来，来过来。现在算是尾声了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卖。300都来，黄鱼300块谁吃的？如果你们要到现场的话，找。要吃黄鱼搁就是300块，黄鱼啥物事啊？黄鱼300，好不好？有些东西9点前来也是买不到。花鱼300块谁吃的？黄鱼。他今天没上学啊，今天礼拜六啊。来，过来吃黄鱼的无？我搁剩钱尔。好来，过来三个也够有哦。好来，一两来三来，只要就300块黄鱼，搁什么？我们现在只会两个人。花鱼300块谁吃的？一个人会出去拍。黄鱼。小孩就不用麻烦你。花鱼300。不用麻烦。我卖房，见到卖多少钱？要不黄鱼啊？
300块，无要后来，来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没有麻烦他。哎，觉得靠自己最好。300来，那下个就300也300来，300块来回来。够无？来拢我去。来，快讲来回来，来咧。来，这下这边过来，快讲啊！快讲哦，鸡肉棒，剩一包，啥物食？一包20支，500、400、300、200、200就好来。鸡肉棒还不来？来，迄落我讲来啦，好来。迄个食的人哦，这个啥？迄落铁路排骨便当，伊带排骨。哦，排骨便当啊，排骨就对啦。你等于真的，烘的，脸书私讯叫你大。你听我讲意思啦吼，烘的真的钱的，做只姜丝豆水卖晒哩，无差啦，吼来进得好来，吼一袋卖偌济，90-80进得好，好不好？吼一袋咱卖90-80，哦排骨啦，快讲来啦吼，两袋卖百啦，好不好？私讯叫你大。两袋卖百，三袋240，然后就一200的，要不要谁知道？200，再就只好就一200，来快讲来。3袋200，我讲来好来。4袋200，我就先发什么奖？4个安排发排骨啦。4袋200，无要啦，我讲来5袋200，要吃不？我讲卖啰嗦啦，5袋200，这人都少点，我吃不吃？2200得啦，排骨啦，200块。从出生到现在都自己顾。排骨200。我比较不喜欢麻烦别人。谁吃排骨的？我就一200块排骨，谁知道？除非就是有什么状况，不然我都是。我现在卖房间都卖大平，好不好？排骨啦，200块，无吼，200块。